的不会叫救呢？你先垂直过去那边比较安全，你先去那边比较安全一点。你先这样子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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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会比较安全。他顶不住啊，他。啊，那就这样吧。这里比较粉多一点，我的现在好了，这一次没有叫。你要是坐高的，还是这个再来一次？你看他比哪里，他想去哪就去哪，你去跟他问。都可以啊，这边右半边比较粉一点，觉得好像比较好。都可以啊，你要哪边？都可以啊，我也都可以，因为只有五道而已。对啊，那先上去看看好了，看上面会不会更粉。看学怎样。这里粉一点，感觉快乐一点。不用关，就一直开着就好了。
车粉都掉到那边，也算薄薄一层。对呀，就薄。也是有可能，所以上面应该又更少的话，我想要先上去看一看。对呀，正好天气上去看一看。我的 GoPro 不叫了。对呀。我是想说你那一颗应该可能撑到中午，然后再把它充电掉，到时候再来看最新的拍起来如何。最新的是多少？也不是，是我们相对最新的才，我才买十。哦，十我觉得已经够了。日币39,000。哦，很便宜耶。然后换算一下，台币8,800。然后我用那个券又其实是7折。真的假？又7折？因为我们有新宿 Premium 券。你花10,000买可以拿到13,500。然后照那个券去买。那个没有限制说你的金额限制多少以内吗？没有。哇靠，因为这样子如果真的有想买大东西，其实连摸黑区都应该买。对啊。问题是没有啊，而且这个是我想半天，到1月底要用完，所以我本来很烦恼用不完。很多券吗？我买了很多，我一人可以买4本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是要买，还是一人买2本？所以我跟啾就2人买到满。那原来是说11月、12月、1月有人来，我们去吃个烧肉可以吃光，但是中间没用到，所以本来。那些券已经变成这个 GoPro 了，所以不用管了。啊，念吧。啊？那一件？我剩3000而已。还剩3000？对啊，3000的话就是吃一个午饭就可以吃掉。这一道很窄，应该是没有开的。可是那个怎么买？我说那个当初买的价值多少？当初。你新宿区民他会发传单给你，叫你去登记抽选，抽中的话他就会寄获选通知。明信片叫你去邮局买，然后你凭明信片就可以去邮局买。那你要花多少钱买？10,000买13,500。OK， 那先上去好了。这好多人哦。对啊，感觉跟比较好玩。不知道上面一定比较贵。是你开的吗？自己开的。他说只走红。现在是要去哪里？左边。那两个缆车都开了呢，左边也有，右边也有。那走左边吧。后面怎么走？在这里，好走。被砍了一下脚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大家都来上面了，我都看。这是第二个餐厅 ，Tute， 但做三 Tute， 也不是第二个餐厅，这就是最上面的餐厅。这里比较白，是空气白还是树头白？空气。嗯。雾呢？嗯。哦，对，我看到雾了。啊，这两个是到一样的高度吗？左边其实有一个，其实但是它都没有挂。你左边也有一个那个吗？
这首歌谁的好熟哦。哦，我觉得这季有听到、欸。刚刚下面有听到的是 Perfume 的歌。对啊，在买票的时候，那我就觉得啊，我们的影片又要被封了。嗯，面向太阳面哦、喔。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的志贺？我在那边烧鹅山吗？烧鹅山就好，然后八门里就都是冰。嗯，所以是面对太阳的不行，还是不面对太阳？面对太阳的会晒融，比较软一点。因为另外一面都是冰。嗯，所以现在太阳晒会稍微小软一点。但是其实面对太阳，雪就会变比较不粉，有好有坏。这样这样，这是一根杖。你是说他的头是吗？刚刚后面。这里呢？那这个嘞？也很。你不觉得是吗、嗯？还是那是个草？看，然后也是杖。对啊，刚刚也是。所以他先掉右边，再掉左边。真的。嗯。你是说他已经埋到这了？对啊。我觉得上面，我觉得这一块是没有被吹走，也没有被晒化的，所以比较深。检查全身口袋。我们的车居然比隔壁的快、欸，因为我刚刚在跟红色的那个男生比。哦，那我们选对了。也不知道那个下来的地方一不一样，搞不好这个是先下，还是两个都一样，一样下、啊。但是有快多少？快一点。一滴滴而已。好像很粉欸。这里啊，在这里又没有得玩。玩什么？那不是给你滑的。哦，我是说上面。我那时候上面有一个人咻过去，然后喷了很多粉出来。我觉得他们是在柱子附近。嚯！哎，这个人高速的摔倒还是怎样？我也是柱子附近有一些比较松松的，我觉得上面都比较松吧。会也风吹一吹，会不会把粉扑一扑？哎、欸，看他摔倒，感觉很粉。而且他摔倒的时候，连什么东西掉了？他明明带着雪镜啊，那他是什么东西掉了？帽子掉了。他雪镜也掉了吗？你说这个黄色的？对啊，我刚远远的，我以为他脸上有雪镜，所以我就觉得地上一圈一圈的东西不是雪镜啊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人一副就在这里冲浪的感觉。我追上了他的一个车哎。嗯，但是也还好。嗯。那我猜横首山那里状况应该也还不错，因为它比这里又更高，高度是王道啊，在这种冷不冷的时候。还是有恰恰的感觉，我是说它有时候会恰恰刮到硬的那个，他们只是尽量来这里蹭一下，蹭一下上面盖的薄薄粉。嗯，状况不错，那就要有心理准备。什么心理准备？就是虽然粉粉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会唰一声，要有心理准备。也是唰，有粉有唰。哎、欸，大家都走中间就是粉这样，你要走中间吗？走这吗？但是这个粉好像也没有很浅哎、欸，太深感觉又不大好。我要练到我下午再来搞一搞，上午的话先要恢复技术，不能太多。没有太多。有啦有啦。
声音，你是有啊，那一块没声音，那一块你滑那一块的话，这一块还。你要右边下，左边下。左边啊。好。有一些丑。我看到鸡眼泪，糟糕。太冷。鸡的，鸡的左眼。或者是太紧。那是草，所以要绕大圈一点。我要滴眼泪怎么办？下去我先弄一下眼。小心你的脚太高。去找 Ben。还有可以坐的地方哎。结果要往上爬一点点的感觉，那我动一下我的脚好了。一拉结果两个一起飞起来。走右边不会刮草，走左边会刮草。右边没有，右边被拦住了，只有一条路，然后就会滑到原来的地方。舒服哈、哦，还是在滑这边就好了。这边比较舒服啊。我看你在那边扭来扭去，很得意呢。跟着你的，好慢啊、
我刚刚就看到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太多。没有，他每来一个，每来一个座位就会真的等，还是怎样？他表示椅子来了的意思。真的等过好久还没来，真的等了再过三秒，真的等。腰好酸。你滑起来很得意耶。好啊。你们咻咻咻，随便你玩下去，咻咻。因为很安静。而且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pose。我在喘。一开始。因为我跟着你的速度，然后又不能放松，因为你随时可能停下，所以我就要属于一种控制速度的状态，所以就用比较多力气。我看我们大概就会超过右边蓝色，很好啊，就这样。照这样滑，今天这样温度刚好了，啊，明天再低个三度，除非风变很大，不然那就可能。脚真的不会冷，而且我连帽子都没用上。冷的话，我是要加帽子。那你后脑勺？我后脑有罩起来啊。那就可以。这个可以罩，但是呢，如果风很强的时候，这个罩就很弱。然后要加帽子，然后帽子再加上去还不够的状况下，就要那一件。但是那个通常只有头妈母要大风才会用到，要到那个负十几度加大风。但是在志贺白马这种地方，很少用到那个 level， 没有负十下，你要负加大风，大风会把热量带走，那个时候你就需要那么厚。好了，运气还算不错，视线还可以。我说的运气是说，那个一号到五号啊。就是没有什么寒流，寒流是今天的，很大起，但雪很硬，是不是？哦，你说的第一根是这根哦。对，我先看到一根。那我看一下这个形状，它的正上方也是白白黄黄的，就是公司的这里黄的嘛。那那个也长一样。对啊，而且它那个不就在那个猪的旁边自己拿吗？不是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。在出口那边，你等一下回去就知道了。对，大家随便掉。掉了，他说右边掉怎么办？左边也丢掉，然后再去拿两只来。因为他那边就挂了很多长长短短，好像跟……你是说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？对，出口旁边，他就写说旁边还有写字，就写说如何选合适的长度。然后在上一次去那个是什么？不是神力高原啊，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叫岩原上野，是上野国际，对，上野国际也是在头旁边画一大圈的。真的，那些想要刷粉的，就是走两个柱子中间。我们刚没有，但是我刚瞄了一下，那里又有坡度，又有点凹凸，所以我想算了，先不要。这样相比，跟我们当初去年开季的富良野意思差不多。我们是先在富良野开，还是先在头妈母开？我们头妈母只是领了雪票就走了嘛，就只是
住一晚，第二天，是第二天滑了一下才开走，滑到中午才开走。又没滑不记得有滑对，我没有印象。那不美没什么开啊，他也是没开啊。Hello， 你跑吗？他如果只开 Hello 的话，我们一定就早早就走了。对啊。这个人有奇怪的癖，这样滑。嗯，我也是甩来甩去啊。嗯，就是需要矫正的那种。我刚滑自以为还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录下来我自己的背后，我也觉得我哪里还要改。不过我两个月前有看到一些修正 pose 的影片，我有空我就可以弄。你怎样没空？有空的意思就是怎样没空？我现在先要滑到更轻松。更觉得啊好没什么事干，我就会开始在做练习。这个写舒服就可以，是可以啊。我刚刚的练习就是跟着你，对啊，也是算是一种控制力的练习，但是没有很注重姿势。这个红色上衣。那是戴帽子鞋，危险。而且它是直直的，直直的脚推出去的那种，哇！这个踩膝盖不会痛吗？不知道哎。不是有一种说法说，日本人不大能牛盲蹲，就开然后台湾人可以，所以我们的生理构造上有哪个地方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有微微的不同。还有那有一种是说男生女生的，有一种 pose 不容易做的，就是那种女生那种两脚外撇坐在地上那种做法，好，据说男生是做不出来的。这种我也做不出来，做不下去，髋骨很痛。还是说女生，日本女生比较可以。M 型腿，对对对，你这样讲就那样子做，我也不懂。做零手师，他儿子都可以。所以其实是男生小孩子可以吗？可以。嗯。好像没有听到什么音乐了，一脚。好像我们也没有一定要走右边，右边人家是要去滑两个柱子中间，然后我们又没有要。你去滑看啊。我现在先不要，我想下午再滑，而且明天可能又更厚了。那从这边好了。不可以。这边啊。所以我看到草只是那一块，不滑那边就好了。哪边？啊，这边啊，这边、啊、就一样啊。很多人都穿红色的上衣。对啊。你看到滑下来，座位上都是。这也可以搓好下去哦，很高兴。靠右边那都松雪。是啊，两个柱子中间。我是上午还不想过去，但是很多人滑那边滑得很高兴。
嘿啊。什么时候开始往下冲？前面那条线。那里有个 course， 竟然叫动物之声。在那里啊。欸，这是有棒棒可以踩的，现在才发现。脚棒棒啊。下面有个叫动物之声 course， 没有，我只是说会不会到蓝色，就滑下去啊。动物之声，你要滑？我不要。动物之声看起来很平，可能从头到尾都要直翻。哇哈，不错。但是没有到我一定要加的感觉，现在又停了。我刚刚坐大弯，你可以练习一下大弯。很多的，几乎，而且你大弯，你用大弯的速度。除非后面是又小弯又冲很快，然后有办法做那种 pose 的人，他也会闪过你，他有那个闪过你的技术。除非是那种失控的人。对啊，失控又怎么？刚看到一个灰色冲过去，我就有点怀疑他到底是行还是不行。结果呢，最后你觉得他行或不行？我有点怀疑，他的姿势不像是行的人，但他又疯狂。嗯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渐渐就看得出姿势，不管是他姿势真的不像是行的，不管是斜板或者是 ski， 只要是稍微身体朝后面的，那就是不大行；然后身体稍微平平或甚至于朝山下的，那就是可以。在的用到脚的力量，我觉得搞不好我晚上就脚就没事，因为我刚很认真的大弯也有用，啊，第一道是跟你后面也有用，很认真的用了脚的力量，逞凶斗狠只有在前三回，后面脚没力就不行了。
而且我，我的旧雪镜丢了吗？丢啦，因为我们两个的那个都脱了啦，丢了。嗯，我。我们的胶都脱了。嗯，我只是在想，我第一次掉的时候粘回去的那个胶，为什么你有带着？还是我们是在，我自己是在外面的。嗯。你说为什么我有带着粘胶呢？对啊，很奇怪。就是那个时候让他多活了一年两年，每个人都来蹭淀粉，已经快要蹭没有了。对啊，你还说下午来就没了。啊？没差，这个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，而且它有点跳跳。而且他们这样子左搞右搞，我怀疑已经有点建立出馒头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没有到馒头。有跳一下，然后那个是什么脚座吗？看起来很危险。那是铁吗？你说这个咖啡色？对啊，那好像是脚座呢。真的？还是那是塑胶？不知道了。嗯。很薄片呢。感觉有一种摔在上面就要被切开来的感觉，很恐怖。至少鼻涕没有流到流出来，只是觉得鼻子湿湿的。现在又都没有风了，要从右边下吗？感觉从右边可以直接下。然后隔壁就是没有开的那个雪道，都是草。对啊。到底是插在哪？是风还是怎样？喂，跳了一下，好像很厉害，结果滚了一圈。让我研究一下他的 pose。背后好凉哦，确定我的洞都有拉起来了？有。为什么觉得背后很凉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是上背还是后下背？右后背。右后背。腰上来一点。还是没好的来看，这个人脚张得很开，他在指导吗？我觉得我左右脚滑的时间不平均，我有一脚会滑比较久，一脚滑比较短，不会吗？所以我大弯的时候尽量左右弯都一样。我有在偷感觉，我在那边换的时候，手跟脚做了哪些动作？你要左右边啊，对啊，左右边好像可以顺着慢慢的往下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它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往右一点，滑一点点，哎呀。都没有，可是风刚刚坐在座位上的风明明是从左侧吹来，你把右边袋子拉紧一点好了，是他没帮你挡风，你就觉得凉吗？为什么我口袋是开的？我怎么知道？还是只是因为你口袋开着的关系？你是拉不起来吗？你这个卷走了，没办法拉。算了。嗯，还没打。欸？是在嗯？是在前面。是啊，好啊，那就直接下去没关系。好，这边下出发会不会比较好？你干嘛？
从这边出发会不会比较好？我说左边右边的差别差不多。那边比较松啊，是那边比较松。对。它是比较窄，我这边差这一点。
盖到袜子之间只有一层而已。但是我的这个裤子我觉得还不错，还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是深色，它是一种吸热材质。哪来的热可以吸热？啊？哪里来的热可以吸？太阳啊。没太阳。有啊，有一点点。这是中会的最好吃，因为中就是里面，然后有那个中式的那种，那个有点像羊排，它可以多汗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我猜那也是最贵的。说起吃餐厅，对啊，对啊，应该就是我们吃早餐的地方。我不是早上跟你说，我觉得旁边楼梯就可以走进去。就刚好是二楼那个高度。不是说早上11点、9点、11点会下雪之类的。你知道现在几点？10点多而已。悠闲的话，跳跳跳。可以滑一次下去看看吗？好啊。等一下去做啊，关于那里面。下去就是中间这一段小连接道，那就会连到我们下面滑的那一段。很短哦。对啊，很短。那个车拉那么长，结果只有一小段。因为那个车是从下面那一段的最下面开始拉。短一点点而已啊，差一点点而已，高度差一点点。就是我们第一次坐的缆车是右边那个，对啊对啊对啊，然后左边长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嗯。长一点点那一段就是你说要滑的那一段，我说陡的那一段，连接的。然后连接的话有两道嘛，然后一道是不陡的，不陡的就是刚刚那个什么动物之神，然后我才有点滑不动的感觉，然后陡的看起来有点窄，不过应该是还好。你想说至少都去去看，不然一直重复同一个路很无聊。什么？姐姐说服弟弟。好像没有看到很多的教练，就只有少数几个在那边教一教。啊，我才讲说，至少没有鼻涕流出来，现在流出来了。果然就是山顶没风，我还夹帽子。蓝天呢？嗯，一小块而已。我看到太阳了。一直都在啊，只是我们背对着它。左边，右边，右边了、啊。加帽子之后再等移动。上面的人好像没有很。没有很出来顾了，没看到那么冷。在那边呢、啊？对啊，我是说，好像没有他出动的时候的那种感觉。
有吗？没有那么少吧？有看到啊。你多少？嗯，好。你跟他讲要在上面吃。看一下走，路到最下面，就直直滑下去啊。下面那个缆车是下的，好吧？啊？下面那个缆车是下的。什么叫下面那个缆车怎样？下面那个缆车，最中间的缆车，下面的路是往哪边走的？旁边那个是什么？别忘看一下，刚刚那个有对焦是哪张？我记得是，就是直直的往左边啊。一看就知道，往右的话就是那个动物之森啊，所以应该是往左。对啊，在我们上来的缆车站的靠这边啊，所以是那个大房子的左边。嗯，对啊，没错啊，右边应该被禁止不能滑。应该就是直冲，直冲，直冲，然后那个大房子的左边，我们现在看的左边，缆车站的左边，下面的大缆车站的左边。对啊。时间呢？走了，要走了。冲往左边没错啊，然后左边就是很陡啊。左边呢？好，这要冲过去。先冲过去，然后它会很陡。就会卡住啊。不会啊，现在它也冲都不会卡住了。
下，这条斜道就是直走往下，没有左边右边。左边有人偷挖馒头。看人，我不就说左边有人偷挖馒头吗？那里就要加速冲了，你要等其他人走掉吗？我已经去了正常位了，就往前，就往下开。你去那边转身啊！我没有要你下去啊，我还没出发，你就急着要出发。这下面那边开始，那就一样的地方啦。去坐高速哦、喔。对啊，坐右边。好，走。所以我就说这一小段就这样而已啊。
就在录你啊，用头顶录你。这里感觉就没那么好，就正想要压低的时候会突然唰一下，雪质下面还是不行。还可以，我觉得还是只有上面可以哈。就下一点点。对啊，所以十一点的雪到底会不会下嘞？还是天气预报又要改？因为气象预报十一点，说是十一点会下。不过晚上六点以后狂下倒是，希望还有。我的期待是明天。你要从右边，最右边，还是你最左边也可以？都可以、啊。走。是屋顶下来的吗？并不是下给我看的。去观察一下其他，我觉得他真算少吧。因为上一次的三连休是说猫魔大排队。嗯，猫魔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之后要去。我们
下下礼拜要去的。嗯，我猜今天到处雪场应该都。这个就是我们刚下来是滑倒的，它、滑缓的就是这一个，它叫动物之神。哦、OK， 就是联络到了。嗯，反正就很多很缓的。嗯，我不如看白马好了，白马是个指标。要怎么看它排不排队？哈库巴，一定有人会 po 说现在哈库巴大排队之类的。还有就是那个，所以我等一下要继续抓上去，然后再一直滑下来。你要滑下来吗？哦，下面好像还好。不要，下半部不舒服，我觉得。虽然这段缆车比较快，所以，我选的话，我只会选滑上半段。中午吃这一个，它餐厅上面是这个，中间是旅馆，下面就是卖票那边。然后我们三天刚好一天吃一个。那个阿伯在做扭腰动作。在房子里面。对啊，对啊。如果有人在没买票，真不错。有人真的没买票，他会问你。对啊，他什么时候会问？他觉得不对就问。我是秀过一次的。
只要他是发现排队的人变多，所以他加排队线，他想要把排队人圈在某个范围里面。认真的做卷帽子的动作，可能明天就要卷帽子。对啊，明天就要卷帽子了。我来剪帽子，我剪帽子的第二个用途是可以让风吹的比较没那么冷。好冷，那遮一下我的后脑勺。出现电池，但是有的。哦，对啊，他，你是说他有插头符号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是插头符号，出现电池，然后一小格。啊，是哦，他说他没电的意思。其实我早上这样子插，没有观察他说他到底有没有进入充电模式。他现在有亮灯的吗？没有。我说我没有检查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因为也是靠电，就是会不会电池那边那一侧也已经掉下来了？嗯，我山顶看一下。如果是那种状况的话，那就是吃饭的时候，两条线，一个插五，一个插五。多带一条线才对，明天要多带一条线来身上。我说三台超台超。对啊，可以三台一起充啊，为什么不三台一起充？我还是我带四条线，我手机，不过手机好像没那么重要。
而且手机理论上电没有耗多少，三条线就好了。搞不好我现在一摸口袋，我还有带一条线。我早上有想了一下，但是我好像没有带一条线，我只是想了千秒钟，还是在背包里。这里就不冷。好像再滑个两下就该吃饭了，还是。嗯。呼呼，没想到上面也会停。保险。嗯，我猜。看不到什么。但餐厅又没什么的。那一个的脚踩板是蓝色的塑胶，但是其他人都是黑色的。那后面也有蓝色的。两颗，两台。它是新补上去的吗？还是？这个雪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，就是 POS 是高等级的，然后速度也滑得超级快。我有看到 POS 是高等级的，但是它慢慢的在练而已。刚才我真的还觉得它好像稳稳的，结果突然就摔了。这里真的有很多高低起伏。嗯，还以教练一人带15个。感觉在教中级班吗？我要做的事情是确定插电，然后接下来看一下。还是我不用确定也没关系。先看几点哈，他喜欢选左边。你要走哪边？就走同边啊。哦，好。哎、欸、咻。晒暖暖的，还不错。偷瞄偷瞄，10:50，滑两下去吃饭好了，还是你帮我看？看什么？你就看插头吧，插好了。一定掉了，不用看，你就把它解开来插好吧，真可怜。还是插好的呢？啊，还是我摸错边？而且，那你看它有没有亮好？确实是这样的呢。啊，好啊，那就好啊。那为什么它黑？没有，它只是秀是秀那样，越冲越弱还是怎样？11:00吃饭。11:30吃饭，哎呦，有种往下扯的感觉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线流太少了。这样可以吗？
这样可以吗？稍微再高一点。哦。我想滑两下再去吃饭。两下是？就是这个缆车再坐一次的意思。OK， 好。其实现在才10:50。你饿了吗？不会。对啊，我也是还没饿。只是想尿尿。哦，想尿尿，还是滑一次去尿尿吃饭？不要不要，这就两。滑两次，因为一开始冷就想尿尿了，好吗？舒服就好。我先走。你要先走。我就说啦，他会跳一下，跳一下哦、喔。为什么？自己雪板卡到。什么卡到？雪板卡到。接驳车的话，我就觉得还可以。坐车，一定是坐车。什么叫一定是坐车？就我跟你讲，坐车班。什么车班？从万座
换座的。嗯，我可以轮到这边。有，有哪里写的？啊，是啊。那我觉得住那里也可以，只是吃的没这里好。旅馆更烂。但是那里更便宜哦，那里很便宜，超便宜。我觉得我这里不会想再来。啊，是啊。我家雪道没错。应该是说，让我想一下，如果突发性粉雪要来住一天、滑两天之类的话，可以考虑。对啊，约不到接车。约不到接车。然后要几公车啊？没有，不要。我想要约那个东京来，对。就是那种，例如说，坐五个小时，你自己来好了，我就在家休息。好吧，那不要就不要。就来啊！我不想要坐车坐五个小时。那这样出发就又只能去苗场了。所谓的突发，就是你看到，例如说礼拜一说，礼拜三会。大飘雪，然后大飘雪留下一点，可是要做到残年，之后我觉得要滑两天比较好。风最大就是这里跟坐上缆车的下半段，在一直在摸进阶去了。啊，对，我也觉得。你现在？那我想说，我有听错。他在唱那个。地名什么东西？他在唱那个变形的那一段。太暖暖，还有，我的右后方觉得真的，但是左后方觉得，他是万寿温泉情报馆。电子，就是说磁场，应该是还好吧。那为什么不花？我说的还好，是说他觉得没什么必要。在那种可抛弃式感应卡出现之前，磁卡系统算是最便宜的吧。然后它这里又有一种垄断性，住附近都是来玩它，对啊，然后开那一段路，我也不觉得不想自己开，虽然感觉还是有人自己开来，但是那种人可能他早就习惯了吧。我觉得山路还是必要的，开着我也自己走。对啊，是啊，打滑死定了。打滑全死定了。对啊，昨天的完全不用上雪链，然后等到我们离开的时候，看那个公车有没有上雪链，他就要停在路边上下雪。我觉得他有那种灯板过道。你觉得我们回家的时候要不要故意坐后面，然后放雪板？都可以啊。反正我们都不就是都是坐两人位吗？后面的两人位跟前面的两人位，我的意思是一样。你说前面比较有，旁边有人被人家看着。你的后面比较不会有人看，好好。
道理。啊，我们是第一站啊，真的。那我准备要管，只能下车多少钱？嗯，我昨天有想到这件事，但是也没有拿出来。我看到是2860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下车。我觉得大概3000。哦，我知道要扣十一块。对啊。他的是放在外套里，所以理论上，除非摔得太猛，先拉扯，不然应该是没有事。欸，我明明把线，我是把线，他是把帽子罩在安全帽外，所以我看不到。虽然没有很饿，但是就去吃饭吧。这家是吃什么？应该就是你看到觉得好像不好吃的汉堡排咖喱。看到的照片是这个啦，那还有什么？如果你今天晚上的餐跟昨天晚上一样，我就要去吃。我就当我在吃，我就当我在吃涮涮锅。哦，这个好吃，我真的没兴趣啊。我也没兴趣，一定是冷冷的，然后。我也不觉得特好吃啊，我也觉得好吃，我喜欢吃那个帝王蟹，肉比较够多。我都觉得吃螃蟹很麻烦，很好吃，我觉得肉很好吃，水烫的不如烤的，烤的好吃。但而且那种东西，我觉得感受那种味道，最好的分量就是两三个就够了。你说不是 all you can eat 吗？如果一直吃的话，那样子。我刚刚觉得这边其实不是很好滑的，它会跳来跳啊，凹都不平的。而且真的硬要蹭旁边，就只能蹭旁边了，就一直蹭，越蹭越边边了，硬要去磨脸草这样。这个人的 pose 没有很好。用手扭啊。对。他用手扭，而且他的上半身有一点朝后抖的那种感觉。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这个则是随他高兴的落叶飘。他没有决定要从哪边下。你说他脸很黑的这一位，他脸很黑。嗯。家里他在等人吗？是他停的我吗？这个人是帮忙铲雪道的，铲得很别的。身为 ski， 但是却有跟 snowboard 一样的雪道整件功能。好心的帮忙整雪道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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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吃饭了？下去休息啦。去吃饭了。自动关机了。对啊，刚好听到声音。好。哔哔哔，真的是你。对啊，我有听到。是我。
没关系，现在只有我的还在录。嗯，那个是脏掉的痕迹。有喝啤酒？对啊。知道他在这里弄脏的，对，我也没注意。他一滑的时候就是脏的，我有看。是哦，一开始、哦。因为没有土，没有那么多的地方、啊。哪边？嗯，不知道哪边的声音。那是短板，有没有？对啊。一宿，很难爬上来。对啊，一宿，你小心啊。对啊。哦，你是说走上才是餐厅呢？好、啊，那上去吧。厕所在这哎。对啊，你要先上吗？上不了的，那我还……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等一下再上。啊？
你就带着啊。我把电池拿着，然后要开始弄，这样。我在想他。对啊，没在充电吗？奇怪，有啊，有在充啊。